你好啊。我们会胜利。
我们做好该做的。什么事？有话快说。我们被关在墙里太久了。看起来真开朗。留下来掩护甲板，其他的人利用绳索下去击退敌人，让他们下地狱吧。
成蜂窝。其他人都跟着我下楼。可真大，什么事？我们又挨过一天。
盟帮了我们很多，为此我抱持着永恒的感激。为了吉尔尼斯，你看起来真开朗。什么样的东西了？那些受诅咒的野兽，他们让你变成了一只什么都不是的可悲杂种。你难道不记得你对你的朋友做了些什么吗？你的同类在野外毫无拘束地四处为虐，直到我们找到你。他们让你活着，因为他们相信还有机会救你。但我必须质疑，你心里是否还残留有一丝一毫的人性？也许吧，我们很快就能知道。我能为你做什么？一路顺风。